哎呀，今天这个锁怎么回事啊？插也插不进去，捅也捅不进去。哎呀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办？完了完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手机呢？哎呀，手机也没带了，完了完了。哎，我去找老牛吧。老牛，干嘛？真是的，锁开不了，开不了，用力点开就开得了了，暴力一点啊！开一下。哎呀，真是开个锁都要麻烦我。你看我都腿都烂了，都开不了。你老公呢？我老公他不在家，这死鬼。那自己要去哪里啦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整天就是去八卦人家。哎呀，但是我帮你开了，你让他知道了，就会打我的吗？不会打你的，你老公那个小。你老公那个小肚鸡肠啊，你看你老他老婆长得那么漂亮，你要叫我过来帮他开锁，哎呀，他知道了我那个骂死我了。那你帮不帮？哎呀，帮就帮你一次啊啊！哎呀，里面生锈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怎么办呀？不是怎么办的问题，是你没有用力插，你没有吃饭。你看看，你也配合一下，帮推一下，帮推。男女配合啊，工作不累。来，一二三，用力，擦，一，哎，痛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终于开得了了。厉害啊，你太厉害了！我今天开了好久都开不了啊，谢谢你，老牛。我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能把这个锁开得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不过你一定不能告诉你老公，我帮你开的锁了啊。去我家喝杯水呗。不用了，不用客气了，我还去你家喝水呢，等下你老公回来吃醋了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你今天帮了大忙。哎，不说那么多。哎，干嘛了，老牛？怎么今天吃错什么东西了？吃错什么东西了？你家里面有没有厕所？有没有厕所啊？我家里面有厕所，但是要你看我家那么大，就在前面左转，在右转，在中间直走啊，很远的吗？没办法了，急了急了，马上出来了。赶紧赶紧的啊！不过你在家里看着啊，你老公一回来马上堵啊。看什么看？不用看，我锁着门，他回来也不知道。三年了，终于把这30万工程款给收回来了。收回来之后呢，我一定要好好犒劳我背后的女人，要不是我老婆在背后支持我，我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。我一定要带她去西藏那边去旅游一个月，订好飞机票了，就等着出发了。老婆，哎呀，大白天的锁怎么关呢？老婆，老公，你回来了，我想你呀、啊。哎呀，我也想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工程款收回来了。之前呢，我不是答应你有钱了就带你去西藏去旅游吗？今天这个诺言给你实现了，马上出发。老公好棒耶！马上出发，马上出发，行李啊各方面都不用带，你老公我有钱，然后呢全买新的。不行，里面的衣服要洗过的。都不用，我跟你说啊，飞机票我已经订好了，酒店那边我已经订了一个五星级酒店，直接入住就可以了。走，出发，来，走吧。出发什么？哎呀，跟你说啊，我呢，外面已经我那个兄弟开好那个奔驰来接送我们了，就等着我们出发。我手机没拿，手机啊，手机没拿。哎呀，老婆，你不是说那个想要换一个水果16吗？给你换一个手机呀。哎呀，买一个新的，买一个新的水果16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走了。哎呀，完了。走了，玩什么玩了？走了！哎呀，跟我玩！哎呀呀，去什么西藏？一个月旅游啊？那我不是关在这里一个月？那么回来的时候，我不是饿成干尸了？完蛋了，好人难做啊！啊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救救我啊！有人吗？该开门啊！有人吗？哎呀，开门啊！有人吗？